啊，这个还真不知道。原来都是吃吃喝喝玩玩就结束了。为了庆祝什么？为了庆祝耶稣出生。哦，为了庆祝耶稣、啊、是吗？真的假的？耶稣吗？我觉得在中国没有那么多。对，但是有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信教的吧，就是去教堂之类的，还是蛮有那种氛围。